亮颖、冯轲。近日，张靓颖被曝和丈夫冯轲婚变，张靓颖好友作词人文雅10月在朋友圈发文，一句祝你幸福，你值得更好的，一次盖章。张靓颖婚变已云，对此歌手尚雯婕发文表示，曾经同门，感觉张靓颖是个简单的好女子，人美歌甜，她那个急功近利的男友确实配不上她。朋友圈爆料的那个知心大姐实在太想红了，小张的单纯被利用了，还是女人不淑。尚雯婕发文同时，网友提问，三哥你遇到过小渣男没有？尚雯婕霸气回应，没有，会被我卡死的。张靓颖三年前和相恋13年的 CEO 经纪人冯轲蓝婚，虽妈妈一度跳出反对两人婚事，让家丑全摊在阳光下，但之后又上演大和解，让人看了一头雾水。近日网上都有消息疯传，张靓颖已和冯轲离婚，对此有媒体采访到相关知情人，对方爆料称两人在去年10月份后就已分居，张靓颖正在独立筹办演唱会，但两人相伴多年，尚不能马上分开，也不排除会和好的可能。文雅朋友圈截图同时，网上有网友表示，张靓颖冯轲结婚后一直没有领证，而早前张靓颖妈妈也曾表示户口本在她那，当时张母正极力反对女儿这门婚事。